第一题，阿瓜回忆起大年初二，新婚的姐姐第一次回娘家，向众亲友展现她那六克拉的结婚钻戒。已知钻石的成分是碳元素，又一克拉相当于 0.2 公克，则6克拉的钻石含有碳原子多少个？我们晓得跟同学提示过，给多少个求多少公克，或给多少公克求多少个，中间都需要利用摩尔，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摩尔怎么计算。题目上面呢已经告诉我呢，一克拉呢是相当于呢 0.2 公克，所以现在有6克拉呢就是 1.2 公克。那么给了质量怎么求摩尔呢？我们知道摩尔的算法就是质量呢要去除以呢所谓的原子量或者是分子量。那么现在呢有 1.2 公克的碳，那么碳的原子量是 12， 所以除出来是 0.1 摩尔，所以我们有 0.1 摩尔的碳原子。那么那有几个呢？那一摩尔是6乘以10的23次方个，2摩尔就乘 2， 3摩尔就乘 3， 0.1 摩尔就乘以 0.1， 所以是6乘以10的22次方个。所以我们第一题问我们说6克拉的钻石有多少个碳原子，我们答案呢选的是 B， 6乘以10的22次方个碳原子。